好，接下来我们欢迎马来西亚代表翁世耀。听说你现在马来西亚也很红哎，因为我们超偶在马来西亚有播，然后听说他们很多人来采访你了。对，就有三家就是报纸，就是有打过打电话给我访问，对，就是想了解一些比赛的进展。都问你些什么？都问我的心情啊，然后对自己有没有信心啊，这类型的东西了。好，加油！好，第二首歌曲要拿下高分才可以进入到六强。好，带来什么歌曲 ？Richard Marx 的 Right Here Waiting。加油，欢迎翁世耀。我觉得我还可以追回来，就当作是最后一个表演，还是会唱，不要让我哭。看你的演出，我觉得最重要的部分，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在台上怎么样去表现自己的那个特色，因为的确你有你自己的特色，尤其在这些参赛者里面，你要去在台上发挥自己，完全发挥自己的风格。我会觉得像这首歌以这样的表演方式，真的好单薄。就是就我这样子看起来，我真的觉得只是比较阳春、比较无趣的版本而已。我不觉得是只是一些你唱歌的小瑕疵，我觉得是整体你在怎么样思考你自己的特色。我觉得你可以把这样子简单的演出带到台上来，但可能不一定这首歌是最好的选择，可能你有其他更好的选择。我觉得比到现在，我觉得你
还是不太能拿捏你自己的长处或你自己最吸引人的气质在哪里。我会觉得刚刚那个演出对我来说真的太简单了，而且魅力对我来说其实有一点点低的。谢谢老师。到底公司要可不能再高分进入到六强呢？请下分数。42.1，基本上就不要8.6分很好的分数。不过我们要进行分数统计，先休息好不好？谢谢。你要哭了是不是？你要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，还是等我一下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其实我知道，其实老师真的是用录音室的标准要求你们。其实我在刚刚在旁边看，我从 monitor 看到你有非常多的进步，你进步很多很多，跟我认识的翁世耀都不一样了。为什么想哭？觉得好像没有突破自己。你已经用尽一切方法，好像还是没有办法得到老师的欢心，是不是？你不知道你要该做什么，对不对？你连肚子都装了，对不对？然后你现在又弹吉他，可是好像老师还是不满意，是不是？不要放弃了，再加油，好不好？其实你还有很棒的东西可以做。老师真的都要求比较严格一点点。加油，加油！我们再给他掌声鼓励啊！真的表现真的好，进步非常多。请休息。谢谢。觉得这首歌是我可以拿捏到的一首，然后在那么长的比赛，我已经尽量每一场都想那些变化你可以喜欢的东西，我已经豁出去了，然后每次的比赛我都尽量把我的歌都改变，然后这些东西是需要很多时间，我不想那么快就离开这边。我还想再唱多几首歌。